咁我同 Derek 咧就 sparring 咗三次啦，到而家，因為我未同佢打過嘛，第一次，咁所以我都係當係一個陌生嘅boxer 咁去同佢去交流，去對打咁樣咯。咁佢嘅反應啊，各樣嘢其實都係非常之好。Derek 咧，佢打 boxing 咧變化得多嘅，咁所以變咗咧。就每一次佢打嘅時候咧，都要去多啲去諗啦。咁特別當然佢嚟緊都會有一個比賽，咁所以我都知道佢有好多準備啊、練習咁樣啦。咁我覺得咧，佢係好用心咯。咁同埋咧就係好有熱誠啊喺個 boxing 入邊。咁我覺得其實拳擊咧，即係其實樣樣運動都係夠有熱誠，同埋肯好努力勤力去練習咧，就點都會係有進步啦，同埋點都可以一步一步咧就係improve 到。有很多人问点解我今次落咁多心机去准备，其实识我嘅人都知道，我钟培生做每一件事，只要我一做，我就全力以赴。无论是我的实力比林作是强几多都好，我的训练量和我的心态都是会比他好，因为我做每一件事是同自己斗。系靓，揿住啊，系啦 ，good。thank you 啊嘛，打好好啊嘛。thank you。难入咗好多，你谂过嚟？我慢慢变化嘅。一听到佢同林作打有咩睇法，我觉得非常好嘅。咁你始终即系林作，你问我。就很多香港人都對他的印象不太好啦，但是 Derek 促成到這場拳賽我都很支持的，用盡我們自己的努力去做好他自己，即是我不是要他說可能一定要 KO 到林作或者一定要怎樣，我只是要他做好了自己，我們要他這樣打的，他要打對我們的 form 出來，我們對他真的很有信心，我覺得他的心態都很強。即係佢同林作嘅關注度咁大，可以帶動好好多香港人去認識香港嘅拳手啊，或者香港嘅拳擊咯。所以呢樣嘢係對香港拳擊好大幫助。咁呢一件事已經唔係替天行道咁簡單，我哋已經係昇華到一個全香港人都關注嘅一個娛樂盛事。咁而成個活動嘅安排都係一個。國際級的製作，而當中的表演嘉賓，我們都用本地的團隊、本地的樂隊，都是一些可以賣滿整個場的一個 show， 大家也都看到個宣傳量也是很誇張，每一個拳手也都希望他有個擂台可以發揮，讓大家看到其實 boxing 是真的 blood and sweat， 是每一個上得擂台的人都是流了很多血、流了很多汗，每一個的工作人員都在這裡可以有一份的收入，同埋發揮到他哋的才能，所有的樂隊、所有表演嘉賓都在呢件盛事度去參與，將本地的製作、香港人廣東話的精神去打翻俾我哋嘅香港。
9月18日，九展 StarHall 培生擂台無敵杯 We Are Champs 2021年 Hong Kong 程獨家發售，又或者可以加入培生培生會員成為 Champion， 就可以看全球的線上獨家直播，全港關注的千萬級的娛樂盛事。9月18日，到時見 ，No Bullshit， Let's Go！好希望嚟紧日子可以同培生培生一起帮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，亦都好希望我嘅片可以为大家带嚟更加多嘅快乐同埋温暖。欢迎大家加入培生培生 Derek.love， 多谢。